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各位善心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天下一家亲》。师父开示王禅老祖之学说，乃是根源于《易经》，融合道家的无穷变化、儒家的至中和、阴阳家的五行、佛家的因果论，加以具体的运用，综合研究天道、地道、人道的大义，说明宇宙万生万物之现象，就是指示我们趋吉避凶的途径。所以运用易经呢，就是一个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一个智慧。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就是斗六道场嘉义道场主持圆尊法师。圆尊法师你好。雅琪师姐你好，各位电视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道场斗六道场住持圆尊法师，阿弥陀佛。是在迈向国际舞台跟世界来接轨，各个国家呢来加入我们易经风水的研讨，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和平法轮，也是呢在我们维新圣教四十八大愿当中之一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跟随师父师父创教已经有35年的时间了这些的弟子的成长智慧呢真的就是也要为师父来分担一些了所以出去到国外去应该很辛苦吧。到欧洲去的时候呢，去坐一趟飞机要多久啊？将近13个小时哦。13个小时啊，都在机上。对，都在机上，活动也在机上，睡觉也在机上，吃也在机上。对，第一次坐飞机坐这么久。哦，是可以接受吧？可以啦。对啊，总是经历经历啊。对对，在机上你可以睡吗？可以啊。那太好了。那因为坐飞机真的劳碌，但是有时差的关系，我听说你们一下飞机就开始交流活动了。对啊对啊对啊。会不会打瞌睡？不会啦，不会啦。那这个到欧洲其实去了才知道原来大家这么喜欢跑欧洲，那边的空气啦真的是很好。是吗？我到那边看到的天空是真的是很蓝。哦，台湾的蓝没有那么蓝。是。它那个蓝真的就是一尘不染的那种，非常透彻的那种蓝。哇，所以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好，所以说我们知道就是这一次去也是非常的辛苦尤其就是这样来来回回一趟要13个小时来回欧洲的时候这个天气已经变冷了，五月份的时候。 对, 对，我们去的那时候就蛮凉的。是五月份，我们台湾还正热的时候。 对, 对, 对，那时候早上有时候差不多10多度而已。是。那这一趟呢，我们到欧洲去的时候去了哪些地方，有哪些国家来参与？我们去主要第一个法国，然后奥地利维也纳，是，然后还有意大利。哦，是，这主要这三个国家。哦，是，那有法国波尔多大学跟维也纳大学。去了三个国家，那您不当空中飞人？对对啊，就是这样子。对，比较行程比较赶啊。是是，累积的时数就很多很多了哈。
不过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一趟去啊，收获很多，因为我看了这些的你们的报告，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你刚有提到，就是到这个波尔多的大学，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他们的宗旨是什么呢？那波尔多大学，他们欧洲大学其实是跟他们的城市是结合在一块的。嗯哼，他们波尔多大学，他们没有一个像我们台湾大学有围墙，全部的教育大楼，包括宿舍、活动中心都在一个校区内。嗯哼，那他们的大学是坐落在整个城市各个地方，比如说这什么文学院啊，说这个什么学院是错落在整个城市，分布在整个城市当中。哦，是是是，对。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围墙，反正就是大学就这个就到这里，界限自己分明就好了。对对对。哦，是，听说他是一座很大的大学。波尔多大法欧洲的大学基本上都蛮大的。嗯哼，都蛮大的，只是他们整个大学的里面的教育啦，这些行政，我们这次比较没有机会去了解，是，因为我们只要参加这些交流的活动。是。所以我真的就说，我们维新圣教有我们的这个中务研发中心的张新芳主任他好像要出发前呢，都会帮你们整理一些资料，然后就是做介绍。每一次开会的时候，我会听到他在做介绍。我对这个波尔多大学呢，因为今天要访问我们的圆尊法师嘛，我也给他看了一下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一个学校啊。这上面的记录是这样子的哈。在校的人呢，就总共有53000人了，而且我听说职员就有5600人，另外呢，就是说研究学术就占了3000人，你看他们花了多少人力呢？在做这种研发，再来我听说他占地呢就是187公顷，而且有44处的图书馆。另外呢，有70个研究室，这上面写的这么清楚哦。因为我想说，您去的时候一定是致力在自己的范围，而且那么多的国家，3个国家就在这几天就要走完嘛，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校哎。这个大学，你像我们去奥地利哈，那个大学，那个大学也很大，是基本上它也是这样，就是融合在这整个城市当中的啦。是是，那。我知道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维也纳大学里面有总共有在这个大学里面成就了20多位的诺贝尔奖得主啦。20多位啊，我们台湾没有几位哎。就是这个维也纳大学。哦，是是是。那它的历史好像有500多年了，500-600年了。哦，是是。真的非常的难得哦。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的波尔多大学啊，我想提到这个宗旨，我们维新圣教宗旨就是说希望世界和平，而且希望天下一家亲。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的梅村禅修中心，就是一行禅师听说也是很出名的，在那个地方，他的宗旨大概是什么？你有没有给他了解一下？一行禅师他也是属于佛教的这个系统，哎是。那但是他到欧洲，他在弘扬的时候，他当然他有做了一些融合，哎，让当地的人比较能够来进入这个法门，是。所以他们是以禅修的方式，就是包括静坐、禅坐、打坐等等。是。那他也有融合了西方的这些心理学啦，还有很多方面的一些观点融合进去，是比较他们西方人比较能够接受。基本上他们西方人对东方的文化，尤其这些神秘的思想文化，他们其实都蛮有很大的一个好奇心，想要去了解这些东方的这些，包括佛教，这些道教，甚至像这个密宗、密教等等，他们都有很大的一个兴趣。是是，所以他们这个禅修是都要打坐的，还是？禅修，对，他们都要打坐，而且他们
他们在那个地方感觉有点像就是那种以前的那种佛教的那种丛林，像佛陀那时候他们那种就是那种氛围。他们也在丛林吗？他们因为他们的建筑物比较、应该说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比较简陋啦，就是比较旧，旧自然的。对，那就是能够用、那谈不上说就是盖得很这样子气派豪华，气派啊，很庄严富丽堂皇，谈、不上。是是是是，所以基本上应该就是说比较融入大自然，然后来做个禅修，也可能可以喝到天地精华，应该是这样吧。对，我想所有的人在禅修，如果说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精华的地方就坐下来，也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也很好奇嘛，就像他对我们好奇一样、所以他是结合这么多的禅宗，然后再融入他自己，变成现代的禅修就对了、这也是一个新兴宗教，对，应该是算是这样嘛、那当然就说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比较有兴趣的呢，可不可以请你谈一下，就是越南的高台教，因为它越南就是离我们很近嘛。那这个高台教到底是在做些什么？高台教其实有很浓的中华文化的这个脉络在里面，是因为它里面拜的，好有拜这个姜子牙啦，好那有拜一些拜孔子啦，拜我们中华历史上的这些圣贤，是好那他也有基督教，那也有什么天主教，那他这个高台教里面有很多的东方跟西方的这些神奇在里面，好，所以他的这个教，但是他在越南是一个相当普及、信众相当多的一个教派。哦，是是，那无非就是世界大同了。对，他们第一个他们会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包括儒家、好道家的这些神奇融合在他们高台教里面，基本上他们的包容性也很是，他们基本上他们不排斥啊。是是。那他们的教派，让教义嘞，那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说很深入的了解，但是从他当天播放的这个袋子里面，大概就是像我们这边的庙会的那种感觉啦，就是很热闹，然后舞狮舞龙，那很多人参加。那当然我们在跟他们在沟通、在聊天的时候，那他们的主教啊、也是类似一种，就是应该说是这种，也不能说是服软，就是说他能够跟他们的神能够沟通，那他们的神会指示他们主教好要做什么事，要做什么事、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是 是, 是，那就是类似像比较高阶的乩童之类的了。对对对对，就是像那这种概念、是是是，我们也希望借由你的这一次欧洲行的交流，也知道一些外国人到底在做些什么，我想大家也是相当的有兴趣的。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啊，就是我们结合了这么多的不同的教派，还有不同的这些思维，大家都是以世界和平做出发点。像您刚刚提到的，我还会回溯想来我们的维新圣教是一个新兴宗教，师父带领我们35年了。可是我总是觉得我们师父呢，在2012年的时候呢，有得到了挪威诺贝尔的入围奖。那我们也有个影片呢、是不是也有把我们的影片带过去？我们的影片有带过去让大家了解，是那我们有介绍我们整个的维新圣教，包括我们的总本山，好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有让大家了解我们整个维新圣教的这个硬体跟软体的一个大致的简介，是让与会的所有教授学者们让他们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那这个影片我们播放了以后，是不是他们看完了影片会有一些发问的问题吗？或者是有什么疑问可以做交流，这样吗？那个部分就是由主任张新芳主任，我们中务中心主任，是那他在后来他也有发表，是好那在
杜林书展的时候，意大利杜林书展的时候，他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发表跟介绍。是，这个书展你们去做交流，最主要是要了解什么？因为他这个意大利这个杜林书展是全欧洲最大的书展之一，是是。那来参加的人非常多，非常之多，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对对对，因为在欧洲是最大的一个书展。是。那我们这书展就是由我们意大利那个马西莫教授，他也是一个宗教学者，那他有安排一个场地，那我们有差不多有40分钟的时间，那用我们的这个播放带啊做一个维新圣教的简介，那还有张主任他好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跟报告。是。好，那基本上时间蛮紧凑，没有太多跟现场这些观众这些互动，是比较时间上的关系比较没有办法做到。 是他们会来索取我们的资料吗？我们这一次已经有回来之后，我们已经有准备我们中文的一些书籍已经有整理好了，我知道好像主任他们已经有寄过去。哦，是是啊，好像有这一回事。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说每一次的交流会就是会引起很多国际这些国家的关注注意，然后呢让我们的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呢可以广传，让大家知道易经跟风水还有师父的这种心法是多么的重要。不过我们师父呢常常教导我们这些学员弟子啊，常常就说师父是沙科起家三元起家的哈，这个家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的一个大法轮了，所以就是和平的大法轮，也就是我们的万生万物人心和谐净土所归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次你赴欧洲交流会当中哦，就是以英文来介绍风水跟人的关系，而且您也提到就是说用四规让大家知道一下，用铜板来卜卦，引起这些学者专家们他们也很有兴趣吗？他们很有兴趣，他们很好奇。哎，是。三个铜钱这样子摇一摇，你怎么可以了解我事情的吉凶呢？哎，是。好，那当然，因为时间，你要再介绍这些由来，再细说从头，时间根本不够用，不够。那就是直接让他们刚好有兴趣，那刚好就是当场。让大家印证，让全场大家就看，哎，很高兴啊，笑哈哈啊，是让大家觉得，哎，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神奇？是啊，包括那一场越南高台教也在场啊，他们也看了，也是觉得，哎，就是好，整个气氛就潮热起来。是你有把我们的四规带过去吗？有啊，他们有大家拿起来看吗？有啊，有啊，拿起来看啊，还有四烛24支签的那个四烛也带过去了，对，也带过去。他们有问你说四规是真的还是假的吗？他们有看，我说在这个最早刚开始的时候四规都是用真的，是真的用规是来占卜，是。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好，不杀生啦，对了，我们真的就是尊重生命嘛，在我们的国际观里哦，就是这样子哈，宗教观里面就是尊重生命。但是呢，你拿到这个四烛，因为长长的烛子有一头是红的，他们有好奇吗？他们好奇，他们拿起来，他们要占卜。哦哦，好，但是四烛的占卜是比较有技术性的。嗯嗯。哦，我说你这样的占卜啊，你摇到下午它竹子都不会跑出来。哦，是那个角度，他们只是这样摇一摇摇摇而已。其实是你看师傅在摇的时候恰恰恰这样子啊，你有摇给他们看吗？有摇给他们看。然后我说这个就是起卦的方式，我们用意你一定要占卦，你起卦有很多方式。嗯嗯，那我们中文最主要就是这两种方式，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都可以运用。是，那最主要就是用这两种方式是在占卜。是，
光光提到我们的这些、我们、应该算就是说卜卦的工具，他们都这么好奇了。如果再进入我们的这个妙法，像妙法普传的这一本，我相信呢、他们一定来引起更大的一个兴趣，而且更想知道。可是说我们说真的，我们从台湾到欧洲去的时间真的是有限的，因为来回的在观光在飞机上了就占了很多时间了，所以你在想就说、有没有机会以后呢跟他们做交流的时候可以请他们来一个短期的班。这一次我们在元月四号那一天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有提到相同的问题啊。是，那这个其实我就跟他们回答，我说其实这个很简单。好，第一个，你们已经都会中文了，你们来学会比较快。嗯嗯。那不然第二个就等我们英文这些外语程度学好，我们再去教。好，就只有这两个方式啊。好，那其实他们这些学者，他们很多我知道他们中文都讲得很好。哦，是。对，是 是。如果他们真的有时间哦，真的。要有这个意愿的话，我相信我们跟师父报告会很乐意把我们来配合他。没错，说到这个配合，我们其实在易经风水学院，我们的宿舍都已经有了，住的地方、吃的地方都已经有了。就是说，他们欧洲国家就是西方国家吃的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的素菜他可能吃不习惯，可能那时候要改变一下。其他的我们的这些法师们呢，大家跟学师父学修那么久了，这个上课都没问题了。对啊，上课没有问题啊。是是是，所以如果说他们对英文中文懂的话，我们要解释的更多，他们也可以了解更多。如果说要用英文来解释、我光光这个您刚刚提到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再来呢什么孤阴啊寡阳啊，什么兵七组奴七组啊，这个要怎么讲啊？这个其实我们要学的地方可能要从我们学习易经开始是不是这样子？对，因为很多这个是名词的关系。嗯嗯，你、因为这个是应该就可以说是宗教语言。也是，你像这些左青龙右白虎，好，前朱雀后玄武，我们中文里面有很多的宗教语言。是，你在跟外国学者沟通的时候，你如果都是用这些宗教语言在讲他们，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是是，所以你变成必须要转换成就是让他们能够理解的比较白话浅显的方式，他们比较容易理解。是，除了我们的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之外呢，其他的这一些代表交流的这些学者专家们呢，他们也是不是会同样碰到这样的问题，或者是他们有哪些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的？他们这些学者有一点让我很佩服的，就是在月初的时候有一位越南高台教的学者，嗯哼，他有到斗六道场参访。哦，是。那他为了要深入去了解高台教他们的一个中心宗教教义，嗯哼，那他在越南待了三年。哦，是。待了三年，然后越南高台教才愿意让他再更进一步去了解他们比较核心的这些教义跟内容。哦、是，所以我觉得要为了要研究一个宗教，三年的时间待在越南，我觉得相当像那个精神毅力相当令人赞叹的。他本身越文 OK 吗？会啊，会讲啊，会。对啊。可是为什么要等到三年才进入核心？可能他们教对这些可能有我刚讲的有一些教义可能是不外传或是说怎么样，嗯哼，对，还是说一些考验、在我们师父进了我们的维新圣教来要了解核心，好像我们都没有保留的。对啊，我们没有秘法啊。是是是，我们所有的秘法都是在这些这个 YouTube 啊，这些媒体上面啊。是，师父常常说妙法难闻，怕就是怕你不学，不怕呢你来学。那当然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华人班也到各个有华人地方回去他们的国度再开课了。
可是呢，我们当然也希望更多的这些外国的学者真的可以拨空了到我们的台湾来，多学习一下我们的中国文化道统、意境跟风水，这对国家来说也是人心和谐的一个重点，尤其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斗六道场以及嘉义道场的主持圆尊法师啊，这次呢参加我们就是欧洲的这交流，来跟大家分享。我相信这也是代表我们本宗门对国际在迈开了一大步。今天谢谢圆尊法师，谢谢，感恩，谢谢雅琪师姐。同时也感谢收看《天下一家亲》，祝福大家。